歌手第七期华晨宇再次夺冠，下一周将停播一期。歌手第七期华晨宇将再一次演唱自己的一首代表作品《我管你》，舞台上的花花太闪亮了，这首歌互动性非常强，在连续两天的紧张录制中选择唱自己的这首歌是非常明智的选择。节目还没播就已经能想到现场有多燃多炸了。据微博 at 登登 photo 的爆料，第七期前四为：一、华晨宇；二、腾格尔；三、Jazzy J；四、KZ and Demon。第八期出2月28日，周三，初十三，录制，下一周将停播一期。原因应该是时间上来不及剪辑。歌手2018第七期歌单，按出场顺序：一、苏诗丁身后返场；二、华晨宇我管你；三、张韶涵追梦人；四、Jazzy J Never Do Much； 五、KZ and Demon Say Something；六、李泉一生所爱；七、汪峰 Doped 太阳的青春；八、腾格尔天堂补位。我管你是由郭德子仪作词，华晨宇作曲并演唱的歌曲，收录于华晨宇2015年12月15日发行的专辑《异类》中。该曲于2017年2月27日推出真我版。2016年5月1日，华晨宇凭借该曲入围第9届城市至尊音乐榜年度听众最爱男歌手奖。